来看的是这马总统张威阿妈去这高雄这佛光山参加活动的时阵，有这民众对咧这对总统拿背起哩甲这舞台，这当然来欢喜讲这威安呐亲像出状况哦，所以今仔会在这总统去这新竹参加这世界展望会这国际亚洲会议的时阵，即马这威安是做甲麻。马总统还没到场，现场已经有很多慰安人员四处探查，清空走道。总统一到，慰安人员马上形成人墙，将总统团团围住，一边向宋总统往前行，一边四处看，都惊一无细致，阁发生政治案，有人冲上舞台，甲总统离无到一公尺，才被随后拿来移过。总统昨天在高雄有被吓到吗？慰安是做到目睭睭，这场在新竹举行的2011年世界展望会国际亚洲会议开幕式，进场的每一个人都要出示证件，并且检查背包啊。慰安人员是真细致，唔敢有所疏失。李总统以中华民国在世界上性格是为第一发表演讲。There are actually five roles we want to play as our new image in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First of all, we want to be a peacemaker. 总统已强调，希望我国成为和平缔造者、人道救援提供者、文化领航者、甲科技的创造者，并且透过甲非政府组织的合作，拓展外路外交。最后，总统鼓励来自世界各国的参加的人，以实际行动帮助我国创造经济成长。Do as much shopping as possible.So that you could help us revitalize our economy. 演讲一结束，慰安人员马上上前，形成人墙，护送总统离开。记者综合报道。